的一个相机，然后端来做这个逃犯以及黑名单布控。哎，这整个大数据对一个人的行踪啊、行程啊，就是完全就是可以说了若指掌。 在这个 APP 上，我们还可以看到自己的一个排名，也是给居民营造了一个比学赶超的一个氛围。像我们现在有夜巡的，还有家园清洁的、垃圾分类等等。啊，开车如果是违反交通规则呢？这个失信对家人呐、啊，或者说孩子以后升学都会有影响。 我们之所以被关押到监狱，是因为我们更加努力、更投入地为那些人去服务，为那些人去争取人权。这些警察他们会去找我的邻居吗？散布谣言，说我是卖国贼。别人先审查你，到现在你会自己审查自己。 有一个手机，有一部手机不安全。我的丈夫是一个律师，在2020年1月12日被警方逮捕。就是从那个时候，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。有时候睡觉的时候，可能做梦会有一种压抑，就是很压抑，想出去，想出不去，想说话，说不出口。 大声喊也没有人听。